刀金脉哦，老公，较冷静嘞。你哪会来遮？银花阁伫咧发烧，紧转去。我一直徛伫遮，互你知影，你毋是一个人。你还阁有我，还阁有银花。我是警察，我无需要对这种人点头，我嘛无需要，这是伊对我的侮辱。 我着为恁忍耐，逐天看无你的思量甲痛苦，恁嘛爱为着阮忍耐，吼。先生，对不起。你讲啥？刚才你违规回转，我一定要告发你。 但是如果因为我态度不好，有什么得罪的地方，我跟你道歉。其实哦，我也是赶时间呐、啊。刚学校通知我，说儿子发烧送急诊，你要开哦，赶快开了。麻烦你在这里签个字。 赶时间也要遵守交通规则。我相信你儿子，希望看到你平平安安到达医院。谢谢。祝你儿子早日康复。 紧回去啦！妈，这空气足歹，紧回去啦！ 我陪你啊，笨蛋！你讲啥？我讲你足水的啦。